众所周知，太空杀即将上线新身份。本期我将根据官方已发布的资料整理相关的线索，来推断新身份的具体内容。团员万岁，我是影子。先说一个结论，身份原型分别是贝利亚和赛罗。原因如下，我们首先根据官方6月21日发布的奥特曼联动活动视频，可以发现登场人物为玩家、贝利亚、迪迦和赛罗。那么我们初步推测，活动内容将围绕这些人物进行设计。其次，根据我在6月22日发布的奥特曼联动活动宣传片，迪迦莎莎传说皮肤、莎莎赛罗、莎莎贝利亚也将于7月5日正式登陆游戏，可进一步推测迪迦形象将被设计成皮肤，而身份原型大概率是赛罗和贝利亚。然后根据官方6月23日发布的新身份预告片，有力的印证了我们的推测。根据秘密影像，几乎可以肯定第一段的身份原型是贝利亚，对比联动视频的贝利亚形象，主要特征是一致的。第二段秘密影像可以清晰的看到头顶有两个头标，符合赛罗的特征。接下来我们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，下次更新是上线一个身份还是两个身份，属于什么阵营？先上我的结论，两个身份，一个属于船员阵营，另外一个属于内鬼阵营。太空杀平均每个月出一个身份，而最近的一个身份时间刺客是4月底出的，距今已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，这说明官方在憋大招。而联动奥特曼可以说是一个大型活动，且在暑期推出，所以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规模上，出两个身份是配得上本次活动的。但是出于某些原因，游戏内身份名称是不能和身份原型的名称完全一致的。赛罗奥特曼是宇宙英雄，是拯救宇宙的勇士。奥特曼对应英文 Ultraman 是超人的意思，那么对应游戏中的身份，我大胆起名为超人勇士。而贝利亚是邪恶黑暗力量的代表，拥有控制怪兽的力量，具备宇宙中最邪恶的灵魂，那么对应游戏中的身份，黑暗怪兽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。接下来是技能猜测，在超决战贝利亚银河帝国中，赛罗和贝利亚的激烈对决令我印象深刻，而爆燃的两个镜头，先是贝利亚的蒂斯修姆光线力压赛罗的双射线并击倒了赛罗，后是赛罗使用究极赛罗之剑射爆怪兽形态的贝利亚。那么关于身份技能，我非常想参考这集内容，我们大胆的为两个新身份进行如下猜想：身份一，身份原型赛罗，身份名称超人勇士，所属阵营船员，技能名称究极圣剑，技能描述，技能准备好后按住技能7秒进行蓄力，蓄力成功后可以远程攻击视野内任意玩家，若被射中的玩家属于中立或者内鬼，则对方被淘汰，否则彼此都阵亡。身份二，身份原型贝利亚，身份名称黑暗怪兽，所属阵营内鬼，技能名称变身怪兽，技能描述，该技能为瞬发，使用技能后体型变为原来的 1.5 倍，并变为怪兽形态，该形态下可抵挡一次致命攻击，每局只能抵挡一次，攻击键变为暗黑光线，点击暗黑光线可远程攻击同一直线上的所有非内鬼玩家，该技能每局只能使用一次。至此，我们在游戏中实现了奥特曼打怪兽的传说，就像那句流行很久的话，什么是幸福？幸福就是猫吃狗，鱼吃肉，奥特曼打小怪兽。最后我想说，虽然我觉得这次的更新不是中立，但是我也呼吁官方确实该出一个中立了，毕竟上一个中立丘比特距今约有10个月了。传言万岁，我是影子，欢迎大家为新身份的设计脑洞大开，各抒己见，我们评论区见。